我想看罗伦影片放松。对啊，罗伦在哪？罗伦，你将要救我。罗伦，谢谢你出片救我，让我可以开台看。我想，哎、欸，我还没有认真看开头、欸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嗯。刚好三个哦，好帅，喜欢吗？喜欢什么？喜欢马，我喜欢尊，我喜欢马。OK， 哎、欸，你知道这个球其实蛮好玩的。好痛哦，没有，好好来哦。好干哦。拜登起来了，放火！干他臭鸡巴的！你是不是忍很久了？你是不是忍你的女朋友很久了？好了吗、欸？你好像那个什么粪金龟哦。我是粪金龟。哦。好吧。哎、欸，你知道这兔子很可爱、欸。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追他。嗯，好好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卡丁车，卡丁车超好玩的。看起来，对、哦。哦，那你们选择。然后那边其实还可以让你 cosplay 去穿衣服。我觉得那边露营，我应该会找朋友再去。你为什么不拍我？你们两个好奇怪。Mario， Super Mario， Mamma Mia， Mamma Mia， Super Mario， Mario。快过红绿灯啊！绿灯了啦！不快让逼车哦！红灯啊！都20多岁出社会了，年纪，我在这边穿着路易吉的衣服玩卡丁车呢。哎、欸，这边真的很好玩的、欸。压人生，你这样让我想起我15岁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，他叫小张，他想要成为一个卡丁车手。在台湾虽然这是一件很难达成的事情，前几年我还有跟他联络。看他还在朝着梦想的道路上前进，我就觉得让我感到很欣慰。哦，没想到2年前我在最后一次听到他消息的时候，他，我这边讲，他妈的，我跟你讲，尊他妈超常这样。就假如说我们今天在车上，尊在开车，他就突然转头跟罗伦讲一个故事，就是可能我们在开山路，罗伦在睡觉，罗伦起来的时候，尊就会跟罗伦讲说那个，哎，罗伦你知道吗？刚刚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有一个机车骑士啊，他们撞倒在路边，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女的就一直坐在地上，然后男的在旁边东张西望，就整个都很奇怪。然后呢，那天那个还有个大货车经过，然后那个司机经过，他居然。我一直叫，所以我想让罗伦剪片很难剪。然后罗伦那时还传了一段，你要我怎么剪？他直接问我，你要我怎么剪？李玉群，你要我怎么剪？我就好爽啊！屁股啊啊！屁股啊！我的屁股啊！好软。然后罗伦就把你整段讲成静音，然后弄成音乐，全部都是音乐。全部都是音乐。所以刚刚没讲完是什么？对，我没有跟你们讲，那时候这个营区啊，我们是去拍摄的嘛，老板直接帮我把整个营区包下来，就是那个他总共有20个帐篷吧，然后结果他直接帮我们包下来，然后我们就只三个人在那边，然后中间还有个泳池。哦，对，那边这个营区还有酒吧哎、欸。这个营区好酒吧哎、欸！这很适合你喝啊，你整个人是粉红色。不是，我要跟你讲，这边罗罗恶意剪辑，这边罗罗还在恶意剪辑，不是我。他就拿着相机对着我，这是整个下一段，他这样剪的感觉很顺，对不对？那是下一段，你们看、哦，这边是 A 段，你们再看哦。
B 段，这个是，然后这个是 C 段。你喝啊，你这个人是粉红色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讲这是 C 段，他那时候是在拿着相机，然后感觉要跟我们拍照，我们在聊天，然后我就哦他在拍照，我笑一个。然后他今天讲啥小罗伦，我真的屁。露营真有趣。果园、菜园、动物园、菜园、青江菜、花椰菜、高丽菜，干怎么跟你讲？甘蓝菜，特棒。他们把我的讲掉，不是他们把我的两个都讲掉，脑袋真的会卡到。这游戏很难欸，不是这游戏让你在喝酒的时候，你们一直说我烂。这游戏让你们在喝酒的时候，前面两个人都把你的讲掉，你脑袋瞬间空白，你知道吗？果园、菜园、动物园，放我追过女网红。没有，只要你相信我讲出，证明就很多，你又怎么说一个？我为什么要说？不是没有很多，自己被搞。放我讲过女生。本本，谢天云，随便讲一个女网红，她都有，你知道吗？随便讲一个女网红，她都有，你知道吗？喂，律师吗？我是那个玉群，对，放我。那个我有个朋友啊，他叫做尊，你知道尊吗？很好的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在他女朋友的我们一起出游玩的一个影片里面，他提到了我不太想提到的名字，所以我这在法律上可以怎么对他提告？有工伤之后吗？两个礼拜之后最终对决，两个礼拜之后我跟尊最终对决，两个礼拜之后最终对决，我也不想跟你讲那么多啊，两个礼拜之后直接最终对决，尊接 disco。Coin， 你今天我直接一次跟你讲清楚，我今天把我这边资料全部都整理好，一次讲清楚，然后所有一点一点列清楚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点，我们就一点一点讲，一点讲完，然后没问题，对完第二点，你不要到时候我讲的时候你又在瞎鸡巴乱扯，直接最终对决两个礼拜之后，我真的觉得国栋统神那边是小事，他那个只是导战帮，你知道尊的问题是什么吗？尊的问题就是他让我影片变很难剪，你们那个导战倒还好，我的是影片剪不出来。尊有回应，尊回应我，他说什么？我不在电脑前，你有种来蚁族气病里面找我。我讲认真点，妈的，到时候国栋统神吵一吵之后，说要到工商里面吵我，跟你们讲，这观众绝对不买单，搞不好也买单，会买单吗？我是他们观众，我会买单吗？我会，我觉得有个北兰。One hour later， 玉群啊，你喝醉了吗？你喝醉了。2520加3260等于多少？喝水。你不要倒到你的裤子上。你不要喝水哦，那我帮你拿走哦。不行啊，喝点水。他已经转开了。好，慢拿，慢。你的手机嘞？对啊，你的手机嘞？走直线啊，玉群。好哎、欸！经历什么事才有？一群5+5的多少？没有洗澡，一身脏兮兮、臭扑扑的躺在他床上。看起来一定是太累了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喝醉。我有人是要讲，那时候老板要准备艾必斯，然后因为尊跟伦都不太能喝，然后是我帮忙喝掉的，不是我酒量不好，真的是我们在玩喝酒游戏，玩到最后老板准备一整排艾必斯，两排吧，你们知道艾必斯吗？我这样解释，喝了一定会醉的酒，所以以后啊，你们长大18岁以后，你们到酒吧，然后你们要喝酒，老板说，要不要那个艾必斯下，我请你，说不要。艾必斯就长得像漱口水的，真的，它长得就像漱口水那种绿色蓝色混在一起啊，青色啦，你们最喜欢吃青嘛？艾必斯，你们这些人长大18岁之后，除非你的酒量好到爆，不然不要喝，一定醉啊，一定醉。我的酒量算好、哦，我的酒量算中上，然后我那时候喝两排我就爆了。用剧瞄准中间那个圆圈圈，飞过去。嘿嘿嘿嘿嘿，其实还不错哎。你知道对我来说射弓箭很难的、欸，因为我一只眼睛看不到。还不错。哇哦！哇哦！哦，你厉害哎！不到我一只眼睛到你们呢。老板一只眼睛啊，在老板面前没有理由。哇！哦！可以哦。哇，那个右眼之力耶、欸。
我真的觉得罗文剪片很厉害，很有料。应该怎么讲啊？我是真的觉得罗文剪片有料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我当时是在现场的，他剪片真的有料。